小柔厌倦了这里的生活，想出去走走，你又该如何？你能骗得了他，但是你能骗得了所有人吗？ 如果有一天你比他先走了，没有人再能维持得了这个谎言，你让他如何面对这样的现实？看着满地亲人的枯骨，和这个爱了他几十年，也骗了他几十年的男人的尸首吗？你忍心吗？